你好，我是来看病的。你有什么病？不知道。你不知道你看什么病了？啊？我就是因为不知道什么病，所以我才来看病的呀。哪里不舒服？喉咙不舒服。来，张姐，我看看来。啊啊！喉咙发炎了。是呀，我是有喉咙发炎的，我还有喉咙唱歌了。抽不抽烟？哦，不用客气，我自己带了。你就回答抽或者不抽就行了。哦，喝不喝酒？抽。什么抽？我问你喝不喝酒，你回答喝或者不喝就行了。喝，肯定喝，但是不能让你请客，这初次见面多不好意思啊。还有哪里不舒服？心里不舒服。心里不舒服？啊，你看。我来找你帮我看病，你又请我抽烟，又请我喝酒的，我心里可不舒服了。哎呀，医生你怎么了？我心里好像也不舒服了。哎，你不用过意不去，不请客没关系的。哎，算了算了，我还是不看了，你太客气了，你都给我弄不好意思了。哎呦我的妈！